叫董云荣，来自杭州，今年68岁了。大姐你好，您从事什么职业的？我过去做过老师，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音乐啊。刚好老年吉他班招生呢，就报了名。老年人学吉他呢是比较困难，我就每天嘛都练，所以我连洗菜的时候我都要把这个歌抄在纸上看一看。今天为大家唱一首《因为爱情》。那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好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。我刚刚已经真的是快泪眼朦胧。他的声音有一种情怀，那个东西是很难得。奶奶选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首歌呢，我也想弹给我们先生听一听。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您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先生呢，他是浙大的一个教授。年轻的时候，他长得挺帅的。认识了没几个月，2个多月大概就结婚吧。啊，闪婚？那是几年的事儿？68年的事。你一定觉得那30几年很幸福吧？是的，他也很关心我，总是要把我东西都一样整理，很仔细的。有空嘛，他会拉二胡，我呢会吹口琴。礼拜天嘛出去自行车骑到西湖边去看看花看看西湖边荡荡。我觉得好美哦，给阿姨一点鼓励好不好？一个60几岁的女性在这里表达她的爱。林先生今天来了吗？他已经过世6年了。不好意思。阿姨现在虽然带着笑容，但是说这歌是要再给天国的先生唱的。对，我们一共生活了37年。他呢很喜欢我戴丝巾的样子，所以说他每年都会送我丝巾。第一块丝巾的是我们在西湖边坐在那个湖边那个就是凳子上，靠背在湖边的一面看那个西湖游船来去他送了我这么一块丝巾。对，现在脖子上这是他送的。对，所以他今天也陪着你。对，我希望他在天堂能听到我的歌声。我实在是觉得你可以用微笑说这话真的很难的。是的，一开始我很伤心很难过，一直感到很孤独。那所以呢，我去学了吉他，每年去扫墓的时候都会为他唱这一首歌。那奶奶，您能不能现在再为我们唱一次这首歌？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一直年轻的模样。依然还有人在那里。我觉得人到一个年龄都忘记爱情了，可是他依然在唱着那个最初的爱情。我相信你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他说。老邱，你听到了吗？啊，我在最好的上海音乐厅为你演奏了一曲过去我们没有唱过的《因为爱情》。舒骏，阿姨，其实你并不知道你抱着一把吉他，这个画面有多动人。我心里面其实有个想法，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蛮愿意帮您弹吉他，我来伴奏，让您唱您的那些歌曲。谢谢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之歌是特别动人的。我想说 ，Yes。小一，谢谢你让我回忆起爱情的美好，到什么年龄都应该记忆这份美好，所以我也要给你 Yes。 为您的执着，我要给你 Yes。 谢谢阿姨，恭喜你。老邱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一直希望你能为我高兴，看到我这么幸福快乐，你一定也很快乐。